钱我总不能六级开地吧？我50块钱质量还行，我总不能六级开地吧？你不得分情况吗？赌是赌啊，确实都是赌啊。包女儿，我要了。天天就知道包女，包女没人玩儿啊。冒险侠还能玩吗？能玩，全是同行。冒险侠不是能不能玩的问题，它是那种。很不一样的那种。给我来一个金鳞龙转呗！没有，没有，狩猎律动吗？最佳好友跟狩猎选一个吧，狩猎最佳好友，最佳好友吧。那想想我这把玩啥呀？谁来打工？包女儿肯定是玩不了了，把葫芦先扔了，卡钱了。人口也不生，利息也不吃，怎么的？
打的时候就不能吃力气了呗，是这意思吧？打的时候就力气就吃不了了。我打的时候就不能卖英雄了吗？这把我经济肯定是不错，哥们儿，你要连我都打不过，你别玩了，你也太垃圾了，我一个两星的都没有，你都能打不过呀？你还选的战力海克斯啊？哎，你为啥能打不过我呢？这太弟弟了，这纯就是个弟弟呀，弟中弟呀，这是。先来个水银吧，你有装备，我就一个大亨，我就一个大亨之铠，我也没别的呀。这太弟弟了。把我攻速给我抢走了，我直接大亨，我给老母猪吧。我好强啊，我怎么这么强啊，我没想这么强的呀，我四级你五级，我一个两星怪都没有，哦，我有老母猪，我的问题，我怎么会有一只老母猪呢？我好强啊，我操，这家连飞机都有了吗？经济这么好，好吧。
那不是也才八步？哎，好，两块。打野怪也得，我要么要个奥拉夫，要么要张永恩吧。哎，你们这他妈的怎么不打一个人啊？还好上波我没选大棒。羊刀可以啊，绝不回头，再给攻速齐了，一种血才是他应有的样子。给我发问号，为啥发问号啊？没事啊，先给韦主席先拿着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韦主席先给我打个工，我都告你了，我兜侠。别的没有，这把就是经济好。不懂就问刀侠为啥出水银，侠都是出水银呢。侠的三件套不是羊刀巨杀加水银吗？这不通用的吗？不都得这么出吗？现在第三个海克斯还能开出来小巨人吗？个头越大，叫的越响。第三个海克斯开不出来小巨人是吧？行吧。
两块。选秀回来直接开地，两星侠锁血一直到九。OK 不 OK？ O 不 OK？ 谁家的星界龙？这家星界龙有点厉害，但是没什么钱。找张银马，差一张奥文，拉银口。这高端购物，这不很正常吗？这都八级的牌，七级地八级的牌没啥问题，而且又没有同行。大惊小怪的，真是的，哎呀，谁到了大惊小怪的。高端购物也没这么出的，全是阵容牌。四费卡本来就全要啊，那怎么的？四费卡还一张不出，没几个四费卡。有几个四费卡呀？琴女、飞机，我们不要。然后，琴女、飞机我们不要，我们还啥不要啊？妮可不要，琴女、飞机和妮可不要，剩下不都要吗？来个日炎吧，攻速可以给狙杀，先来个日炎给上。四条龙不要，四条龙不要，琴女、飞机和妮可不要。剩下的不都要吗？侠刀锋、奥恩、银马，全都要。
冥想吧。我不想选偷偷，我现在我说实话，这个偷啊，我有点嫌弃。我觉得他配不上一个海克斯，他不配当一个海克斯。要么二，要么三呢。随机，啊，我信天。啊，给我来个这。我让上天帮我决定，我随机。不选自动选第三个是吧？哦，早说呀！我的母语就是战斗。不早说呢，我们可以拉九了。我这质量拉九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我可以上九找那谁，找亚索。攻速和什么有意见没？兄弟，我正在追尾。循环掉。传送门。传送门没人给呀？亚索能给我吗？为什么不来一个轻羽的男刀呢？魔龙靠近。有刚才厉害吗？拉九有刚才厉害。不知道有没有刚才厉害。我要是拉九，我感觉应该比刚才厉害。拉九就行。来吧，拉九。拉九上个亚索，补个龙女，把这俩下了，要不就把这俩下了。嗯，都可以。薅着加14%攻速，猪女加140点生命值。或者我现在龙女扔了也行。
我现在龙女扔了的话，我就可以快点上去。我先扔了吧，哎呀，上一轮就应该扔了，他妈卡一块钱也没个人来来点意见，扔了吧，先扔了，没两星不要了，先上到九再说吧。我换一下，这装备可以。装备不错呀，来了一把小无尽，不找前排装，我这不已经有前排装了吗？我还要啥前排呀？已经没有前排可以要了。这家星界龙怎么说？六级。三星五费啊，能顶住吗？别让他顶住，两轮把他带走。他现在六级，他得升七，给他带走，别让他拉到七，别让他能递出来一张五费卡，别让他拉七，快给他带走，赶紧给他打死。这是我吃鸡的绊脚石，五费卡全给他拿了。行，你是真废物啊，你打不死他吗？那不行，我还能赢，你不用你赢，我高端购物我全他妈给你拿了，你不用你赢。看见我高端购物了吗？我全给你拿了。每个五费拿两张是吗？行，每个五费我拿两张。巴德不用拿，巴德他三就三呗。左一不用拿，这都废物英雄。巴德左一，下一轮我们直接升营口。他已经在开地了，看着没？他现在在攒钱，啊！巴德一样无敌的，是吧？那我把巴德拿，我们下窝赶紧升级，每个给他拿两张啊！每一个都给他拿两张。五费卡一共十一张是吗？选秀把那五费拿了，兄弟们！选秀拿五费呀、啊！别让他拿，
十张啊，那十张那我拿两张就行了。对，选秀编号啥，他现在第三名。全拿走，兄弟们，快全拿走，拿亚索呀。你会玩游戏不啊你呀？不过没事儿啊，亚索我在第一张他就没了。不好意思，在我这里。使劲地啊，使劲地，使劲地，看能地出来不啊，使劲的地。我刚才没拿装备是吗？哎呦我操，我他妈装备都没拿，你使劲地啊，我看看你能地出来啥。亚索已经没了，没了。我左一位拿俩，我巴德有一个。你现在你要么卖了，你要么你就死。奶妈拿俩，巴德拿俩。好，那家风暴龙，我直接发，你把他杀了。法宝给银马吧。我总能找到破绽。你是不是想着我死呢？然后你把亚索给递到三？不可能！哎，不可能！奶妈我又有两个了，我还差一张巴德，我还差一张巴德。哎，他拿巴德了，我们赶紧找一张。奶妈我就不要了啊，巴德也不行。巴德也俩了，巴德也俩了。你现在所有的都没了啊，你现在就所有的都没了，你只能求我，你求我卖了完事你就能翻了。你不求我你肯定是没有。拿奶妈上啊，奶妈换亚索呀也行哈，但我那亚索我不能撇呀，我亚索撇了他不删了吗？
我那牙疼我不能撇呀。哎，巴德来了，巴德，我就光换就得了吧。我锁一下。你不要龙女，我不要，他不死我咋要啊？刀锋甩，对得起你的装备。现在要整琴女，我再拿两张琴女。没有，琴女也没有了，琴女也没有了。你现在是啥都没有了。等你死了，我就把卡全卖了。啊！好的，好，你死了我就全卖了。三星侠，这薅着卖了，补个牙锁了呀！呀呀呀呀呀！瑞兹，牙锁卖了，牙锁不卖呀？我把薅着卖了，我补个牙锁不挺好的吗？不行了，这匣出不来了，我估计你们觉得呢？我等他最后一轮呢，要不？哎呀，算了，我这薅着我留一下子吧，这样试试。这个样子再试试，看看能打过不？瑞兹不死不行，收毛。
上巴德亚索试试，怎么样？想往右边放吧，想往右边放能勾着那瑞兹。侠卖了，侠卖了，没东西买呀。不行啊，干不过呀。啊，给把无尽呢？早说呀，无尽没给。但是给无尽也打不过呀，给无尽也打不过，我也不是差那一张无尽呢，打不赢啊。